先好你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查某人平常时看起来真软弱，但是若是做妈妈，为着要照顾囡仔，啥物苦嘛拢唔惊。就参照阮今仔日的主角陈鸾师姐，伫34岁迄年，先生意外来往生。迄个时阵，上细汉的囡仔17岁，为着要请养囡仔，伊逐工透早3-4点就出门去扫街啊咯，过来替人洗衫，再去菜市啊做修理皮鞋的生理。一天睡无4点钟，辛苦10几年，日子才渐渐较好过。是安怎师姐有这种坚持的精神呢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这个这较早翕的，这张。这阵上家岁啊，18岁迄阵去，21岁结婚啊，喏，阮迄阵徛，差不多6尺4宽，13尺深，啊，顶头结半楼啊，楼一地差不多安尼，租房，洗身躯，这都我34岁迄阵去，阮头家42，啊，我34，阮先生都等去迄阵。就迄阵啊，40年前，食烧酒啊，食食嘞吼，人怣去啊，讲个病咯，讲个迄落怎啊病咯，啊脏咯，嘿吼，拄好咱坐后壁坐，即个颔棍起来者，一空啊。叫医生讲，伊下4个囝还袂请，你敢尽量敢治啊？伊讲，阮做医生人是尽量。啊，要回去也无法度，下昼3点我跋倒了，啊，到下暗要点我回去。啊，命苦都拄着，都是爱来做，来饲囝趁钱，想讲倒有钱通趁钱，想讲尽量来去趁，互囝免腹肚枵。规工24小时，拢伫外口咧工作。较早较有人修理啊，有诶是搁再搁钉打，打成尾去，搁钉打，啊有诶地头前这呢搁粘地，即摆较无做皮诶啦，较早较有咧治皮，做规箱啊，你着有时啊你看管工家做，有诶歹做好做，对哇，毋是干那算啥。你若差一跤天人食嘛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啊，你若有诶吼，底着搁磨，啊搁换底，着搁天，遐嘛较好。捌咯，较早咧做吼，做天迄个皮哦，把即个胶层安尼对只落落，毋敢家己毋敢揉，你知？叫捌咯，啊，别人甲你错。40几年，阮先生做为工人熟识，伊查埔边啊，咱田山。后来我着爱煮饭给囡仔食，我着无出来做。伊拢伊咧做，我着无咧做。爱往生了后，我着爱出来做。就讲啊，人生行则歹行，来安尼吼，死死的。啊，不过想讲啊。一丁囝无人饲，唔好，还是来去做。哪只哪嘛是会哭，啊哭哭的，嘛是着爱做，吼、
人生就是环境的运命，就是行嘛是爱做，你都爱想讲人命，人讲咱的命拄到啊，咱都爱做，爱饲囝，爱做，紧来趁钱，有钱趁就好。唔知讲爱去扫路啦，去洗衫啦，扫路来点卖，啊有时啊来捧菜，来做水卡共捧菜，分几点钟久啊呢？分两三点钟久啊，三四点钟久啊都好啊。计话无死个是要安怎饲？家己做较要紧，家己来趁钱较紧，莫共借，共借嘛方看紧。我摕这个汤啊，点么食？啊，人拢会甲我摕放位。这就是我拢捡饭，捡过来食，啊，甲摕对面食。哎呀，这师傅鞋啊，修经师傅甲咱挂的啊，这个暗露光。收啊，放在这，啊，伊这我放。这个哦，你送的。我讲，哎呦，你一粒，我放，伊讲好。较袂地球，较侪贵些。啊，营养老伙仔，都爱营养，找一个工作来做，身体较好啊，较有担当啊，啊嘛较袂破病。第二个双胞胎，我是双胞胎啊。一个住泸州，啊，伊住遮，我甲一个住。回来了，阮这个媳妇就拢煮好。阮这个真乖呢。对啊，虽然阮太太以前都较无方便啦，啊，伊阮妈妈拢有时拢会甲斗相共啊。提物件无就提嘛，因为手无力嘛，僵直性肌肉萎缩症。我嘛对我妈做感情讲，幸福带这个病啊，您伊无个嫌，他没有嫌弃，而且说把她当作女儿。保证明仔食，这个明天午餐啊，早起菜煮也食。明仔载早菜煮也食。无咱食素的哈，我较袂废气。菜市啊，迄边个拢卖粗个较济个，卖素个较。卖素个较少啦，啊咱哦。啊，所以伊拢逐工炸面当炸哩，啊咪那。常买一点嘛吼，贵。买若讲，干来要食素，拢食像我一滴啊，尔，就去炒个较无方便。对。吓，啊所以讲家己炸。常买一时啊嘛，食贵去。对。安尼就可以。我正好是，我凊彩就食。他的花费很少啊，他的几乎没有什么花费啊，习惯。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钱了、啊，临时就要钱，怕没有，所以他宁愿自己肚子饿，给小孩，给家人，所以说就改没有。做三个月，做迄个柳丁皮啦、甘仔皮啦、芋糖啦，三碗甘仔皮啊，一碗芋糖，这碗咯，七涂骹咯。变数咯，拢可以。啊，加减会晓做，做一寡卖卖咧，义卖嘿。义卖，然后就关了。嘿。关了橘子啊，因为我们橘子皮时常都也是都丢掉嘛。啊，现在就是说要减少厨余啊，当然就是把它拿来利用。嗯，妈妈她以前也是家境比较不好的时候啊，她就还去当人家那个板豆啊，去人帮去了人做嘿啊，然后去学啊，对啊，她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哦，她很厉害，什么都会。公公蛮早去世的，对啊，啊妈妈就是也是家怕病，因为那时候就是要顾三餐啊，啊要养他们啊。还好他就是蛮坚强，他就认为说，他要担这个责任嘛，
因为公公走了，他就是要把四个小孩都带大。我爸走的时候我才十岁，我姐姐十五岁，她大我五岁，啊，我双胞胎哥哥跟我，啊，我一个小弟弟七岁。啊，你用那个西索米啦，西索米那个就是乐队的啦，就是送葬的那个殡葬的那个啦。如果不会吹，你就跟在后面啦，跟在后面凑人数啊。我妈妈也有啊，啊，我们也有啊。啊，我们有能，他钱比较多，我们钱比较少，我们差不多20、30块、40块这样。一时个去做事啦，一天困无三点钟啊。我老爸走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有能力，他不要靠别人，他要靠自己，不管再怎么苦，就是要把四个小孩抚养长大。他们在想哦，迄阵啊，讲哎呀，咱的业才淡薄，等阮师傅在交功德款，咱来布施，一个才五角，一天才五角。我讲好，我一声就应讲好，我来去做我交的。唔知我五角都交，交到这40年啊，佛祖拢甲咱保佑。咱3点外就出门，啊，12、2点才入来。咱囝孤人袂去变歹就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哦袂破病，啊，咱哦安尼骨头会过，咱囝袂去枵着。咱就是爱学，干那讲爱学讲啊，好的叫起来学，歹的咱就莫学。有迄个时间，就爱来听，对吧？无咱要哪会知吼？唔知道道理啊，对唔对？上林迄个苦心，遐早就起来咧讲予咱听，对唔对？咱就爱听。他是说，他有责任要把这四个小孩抚养长大，他不要让别人看扁，他不怕苦的，就是他的毅力吧。我自认为我没有办法，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说我能够做到，而我妈妈她就以她的毅力来做，她就是说不管怎么苦她自己吞，她就是要有这个责任把四个小孩养大。对啊，她每天就只能赚钱，只顾着赚钱啊，因为小孩子有的吃有的穿啊，啊她也没有时间跟别人去玩啊，你没有空啊，就有闹钱闹什么就有，他整天就是只顾着赚钱而已啊，哪有时间呢？哪有什么笑容？你那么久了，弄在走，弄无空在休，拢休困啊，一天困无几点钟，有身体嘛会怕怕去啊。啊，伊做主者，伊身体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健康。啊，嘛，那愈来愈快，开，他心情比较开朗。嘿啊，啊收好，无你物件创好嘛是着爱收，爱收起唔才会精准。咱个食个物件爱顾清，咱要来做就是爱当作家己个厝，同款安尼做，对无？同款安尼做法，安尼做。来遮就是要做，对无？啊，当作家己的事。你要80嘞，老啊！即阵这是最年龄的，咱人都爱叮当，无叮当点点侪嘛无。啊，自早就爱赶紧一日，赶紧，安尼赶紧讲这样做，搁做别项，所以讲安尼毋知较急，性地急了惯死了。你来坐牢咧处理啊！哦，这大家嘛熟悉，阮这个玉桂师姐嘛，拢大家疼惜这老伙啊。老厝边啦，因为伊伫菜市啊，还搁咧修理皮鞋啊，所以阮也有皮鞋啥，拢也摕去予伊。啊，伊搁无爱摕钱啦，所以有通时我会感觉讲后摆，莫摕去予伊，搁袂造成困扰。哦，他以前要照顾孩子吼。哦，去做几项工课，你叫伊家己讲。
嘿，去分果车，嘛去管的呢，嘛去做呢。啊，一早时啊去扫涂骹，啊，搁去捧菜哦，吼、哦，捧菜哦，一盖哦，唔知要捧几碗呢，用灶的，你知影？所以他那个急性子就在那个捧菜当中哦，深根蒂固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样子哦，他做好，因为一再来捧菜哦，比较紧，比较紧的呢，因为迄个扣得济吼。哦，大家紧张哦，拢安尼好，爽哦。用走。因为女人没有在家，能够把小孩子养大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哦，因为要工作哈、哦，那个辛苦哦，真的不是用三言两语可以讲的。而且她赚的钱呢，替小孩子自产，然后呢，又把那个钱呢。辛苦赚来的钱可以去捐一个龙斗。如果从困苦中他把钱拿出来了，那这个钱是真的值得，我们非常非常的赞赏。师傅可以拿，只准几点？四点可以拿。好，四点好。好，谢谢。那有定来咧擦鱼，鱼较袂扁啦，较袂歹，免掉白啦。啊，共做也好就好，做代志着新鲜，爱食无啦。吼，爱做也好，后摆人毋知会过来。啊，你做无好，人一摆人后摆着袂过来啊，对。啊，真信用。想讲啊，往来啊，往来做即款工作吼，袂当讲啊来一定有啦。拄仔敢若讲吼，有定的吼，等人的时间啊无一定，啊咱着有时间通斗斗等。你即款若下斗贫单，若无爱来，着无即个物钱通开。较早要饲囝吼，无趁着袂使。啊，即摆囝饲大汉啊，这是老伙仔做者家己所。较早会较会烦恼讲啊，无来人家会走。即摆较袂烦恼啦，就讲有来就来做，啊无来就算。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对无？较早以前囝饲大汉啊，囝拢逐个娶某生囝，一人一家家去赚钱。啊，咱家己若安尼赚，有所费就好啊，吼、哦，毋免甲囝讲迄个，若要甲提钱，伊个负担太大。参加组织个活动，啊，咱着休困，遮着莫做，着来去。熟识有啊，阮玫瑰呢，玫瑰上久个啦，敢若姊妹。阮较早徛共厝内，变咪租厝啊，伊招我出来做环保啊。就感恩啊，讲因人啊，阿无照顾我太多，安尼，头家无去拢去办，头办甲尾，照顾讲创啥代志袂晓，拢叫伊家做，安尼就是甲咱关怀，甲咱斗三工，你知无？嗯，哦，安尼讲哦，蔡姐啊，你问哦，啊想讲较早伊捌艰苦过啊，对毋？啊，即摆趁的咱有倒来。无事啊！你看上人讲，有侪人人生无常嘛。那出来吼，安尼做伙来做，爱会较快乐个。伊较袂乌白想啊，无伊那是会就会烦恼。伊安尼加加叫安尼，啊出来做侪，伊就性地就有较改啊。温和讲话嘛，袂遐大声。囡仔大汉啊，无啥物看累。你人烦恼袂了啦，莫烦恼这个烦恼迄个。你出来行这个学佛的路，听到上人咧讲，安尼咱心情会较好啦，爱迄个心就会较会定啦。行，你行。
厝内就放予囝去啊，咱就免担心迄落代志，责任完成啊，啊就免担心厝内代志。咱就老啊，会当做咱就做，有这条寿命，有这个气啊，咱就爱做。对啊，有这个气在喘啊，咱就爱做。人生就是讲会晓做的就点点啊做。咱这阵啊最环保，师傅嘛讲，一定讲人爱心爱欢喜，爱做好事，会当做的代志，咱就爱身体力行，爱来去做，唔好干那讲。啊，咱这阵都有法度做，我嘛讲我有法度做，做到我开店。朱姐为着囡仔奔波几啊十年，即马囡仔拢已经成家立业，伊唔免阁再为家庭操烦。但是同款真无用，除了做生意，阁利用时间去做志工。因为朱姐讲，食老唔免囡仔烦恼，阁会当出来付出，这都是上大的福气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你要这样做，亲妈妈一下。所以我就说，他们两个我就放心了。是讲，妈妈保重身体，身体的健康我着上欢喜啊，卖搁有烦恼啊，这样子，不要为我们猜测，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。我们已经长大了，按自己身体要顾好。没有，好点会。你不管再怎么大，在他眼中还是小孩。妈妈的开心的过好的话，没烦恼啊，我已经大汉了。你若健康，我就欢喜。